鼹鼠的故事。对，这你们小时候也看过？捷克的，这是捷克动画片。对，但是这个真的很老。对，捷克的动画片，我看过。你怎么也会看过这个？我小时候爱看动画片。哇，你真的看过不少动画片？你怎么什么都看呀？连这个你们都看啊？哦，但这是我小时候看的。这是很好早期黑白的，是我小时候看的。真的，但我都知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黑猫警长、猫和老鼠、马丁的早晨、那个哆啦 A 梦、巴拉巴拉、一休、大耳朵图图、灌篮高手、鼹鼠、迪迦奥特曼。好，挑战结束。那还有很多的，还有什么？哪些？舒克贝塔、舒克、还有什么数码宝贝啊？这些？七龙珠。对，七龙珠、魔神坛斗士、宠物小精灵、圣斗士星矢、神龙斗士。哦，对，神龙斗士。胖开一枪，然后绕出一个五角星来。哎嗨！你看一下这个。黄建峰哥。嗨。这个给你吧。哦，谢谢。哎，行，笑得好，笑得好。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吗？嗯，我一直没见到。而且我们工作室的好多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你。好，谢谢。嗯，很棒。我第一次见到哥哥，因为之前是在网络上面我们在活动，对，看到哥哥，对，但是就匆匆忙忙的。我还在找呢，原来你在这儿窝着。我在这儿做整这个呢。对。哥哥，要不要先坐？好。哎，有剑子啊！哦，哇，酷，太好了！哇，你会踢毽子吗？我不太会，不太会踢毽子，试试看啊！哎，不错，我真的不太会。跟红哥去哪都不忘了运动。哇！哦，不行。完了。这个，小心再来吃。这个怎么做？那个拿个糖，你要什么颜色？蓝的吧。跟哥，我给你做一个。行啊。呀，倒是跟你的颜色一样。马上做完这个给你。哇，完了，烫着了吧？不是，烫化了。这样。你成功了吗，雨欣？好了。但是根哥在弄。根哥太万能了。嗨，以前干过这事。以前练过摊是吧？以前弄过这个。摆过摊。哎，你这个动作很专业，是吧？很专业。我来。好，来。哎呀，完了。哎，这怎么整？哎呀，根哥，不如这个先给你。看啊。完了。全这个吧。来一口，你看好不好吃？嗯，还可以。你们要什么口味的？对啊，排队啊，那个50一个啊，50一份。来，王晨给你吃一口，雨欣给你烤的，给你吃一口，一口就没了，太猛了。这个你这样式已经够用了，是吗？这我都吃不了，老齁着了。真的吗？几个人还有？我们抢几？五，抢五，抢五。好，三一，一，啊，我们你那等会儿，你是什么来的？我五号，五号，这什么看？没什么。我居然被赞多，谢谢老师。这杯子是特别为我预备的，是？对，每人一个杯子，这杯子都是预备好的。真的没有这个必要吧？给我一个尊呐！对，那宝剑锋大哥是演皇帝演的多吗？
所以就是一个酒尊，啊，就是喝起来会稍微。这我喝起来就不太爽啊，不对，使劲倒的。那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畊宏，啊，很开心来参加《这就是街舞》，因为，我的孩子非常爱跳舞，我以前就用《这就是街舞》让他对街舞有一种目标跟成就感，所以非常谢谢这个节目，很高兴今天来参与。所以孩子以后会打篮球，对不对？也会街舞就打篮球，也会打篮球，他也爱跳街舞，他小学他四岁就开始学舞蹈了。那我自己呢是大概20年没跳什么舞了，所以今天来复习一下，恢复一下这样的。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。我叫五花，五花五花，嗯，你叫五花，五花五花，和下一个五花，嗯啊，单脚。那我叫花椒，铁锅，铁锅，啊，铁锅，铁锅。哥，这很多太难了吧？太难了。好像中文考试一样。这是什么？长小时候那种成语牌。这是你小时候的吗？因为我小时候没见过这种。你没有小时候，你身份那么大。哎，一出来，别叫我的名字。他好像可以这种就是。哦，这个咋玩？这个，你上。哦，是这样玩，是需要有人推。他好像可以自己转。这个什么？我这个是那个是小的，我们小的时候吃的，这个中国的零食，吸管糖。糖吗？啊，嗯。哦。这个外面的这个怎么绑？就是咬出来。咬。啊哦，这样吗？嗯，好吃。嗯，好吃。啊，你吃过中国的零食吗？好像没有，这个也我不知道了。这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吃的。这个，我看你吃了，害我吃一个酸果了。我，啊，我是柠檬。哎，好酸，好吃。探托一博，龙飞，龙飞啊！哇，抢二啊，这好难啊。嗯，有难度。嗯，做永远的一，一，一，三二一，一，一，开始，一，三一，一。难得火锅间一下来这么多人，我觉得有件喜事得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恭喜庚哥当爸哦！谢谢谢谢谢谢，升级了，升级当爸爸了，恭喜！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们都有孩子，李也有孩子，我们的你有没有这感觉？就是一个是就是我不相信，但是呢，他确实就是真实的。对。然后我就空白，我要做些什么？我一直问我自己，我要做些什么？我不做什么，觉得我对不起这个称号。那我做些什么呢？就是大概有一个月，就是我要去适应这事儿，换尿布啊，拍拍哥。其实有好多事要做，可忙了。这我很懂，对我陈轩可以的。我们交流过这个事儿，我们也没有一个找月嫂，都是我丈母娘、我老婆和我轮着来的。前两个星期真的很痛，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白天，什么时候是晚上，因为刚开始每2个小时要喝奶，然后我整个人苍老了，好胡子也没有刮。我老婆看我说：“你怎么好像老了10岁一样？”大概第4天吧，我就突然觉得有一种，就是那个心灵跟心灵的一种连接的开始，我瞬间就。掉下眼泪，就这种的心境出来之后，你就觉得啊，我知道那是当爸爸的感觉了，就是那种感受是非常我就有不一样的。
厉不厉害？我这个飞机。哦，我真的觉得太棒了，真的太好了。那你打分。